大家好，我是美薇。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 Eco Business Partner 的保安以及一站式的商业解决方案。总占第612个的 Eco Business Partner 是一个有围篱保安的一个工商业园。那这里呢，其实有设有一个3米高的 fencing， 还有一个24小时的 CCTV。除此之外呢 ，Eco 也有专业的辅警 Police 班段在这个园区定时做巡逻，以保障业主还有员工的安全哦。这里也备有 LPR 车辆识别系统来辨别园区内的 user， 我们还有一个 EcoWorld Community App， 可以清楚地记录每位进出园区的 visitor， 以确保整个园区的安全。老板们只需在这个 App 上面帮你的 visitor 注册名字、电话号码等等，完成之后呢，就会得到 barcode， 然后你的 visitor 只需拿着这个 barcode 就可以进到 Eco Business Park One 啦。这个 EcoWorld Community Apps 呢，其实它还有其他的 function。那其实我们会把所有的活动还有一些讯息都一起 update 在这个 apps 里面。那有了这个 apps 之后呢，你就可以轻松掌握得到园区里面发生的大小事哦。我们这里也提供了一站式的商业解决方案，我们有专业的客服 EcoWorld Residence Club EWRC 部门呢，将会协助这里的业主帮他们申请一些相关的执照，像是 Business License、 DOE 执照还有 SSM。那其实这项服务呢，我相信绝对可以帮到在这里做生意的老板，让他们可以更快拿到相关的执照，并在这里开始做生意。那看我们的影片之后呢，你是不是也想把生意带到来 Eco Business Park One 呢？赶紧联络我们的销售人员吧。Eco World, creating tomorrow and beyond.